OK。今天真的超漂亮，而且要给你们看我今天穿的，就是因为我买了这件衣服，然后呢，枪枪，可是这样我就看不到留言了。不过我还想跟你们分享我今天穿的是不是特别可爱呢？今天穿的是不是特别可爱？啊，帮我看一下好不好？我这样穿美美啊。好包挠。有啊。晚上好，果果踩我，中大奖了吗？哦，有有有，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好了，我先做好。现在吗？你再看一次。我擦了呀。我现在镜头还是蒙的吗 ？Tika 最近很喜欢待在我的肩膀。OK, never mind, 当我没说，今天特别漂亮，今天没有要去哪呀，还行，今天待在家呢，可能是因为衣服的关系吧，我今天也没有特别，今天没有特别，有啦，衣服穿的比较要打扮一点。I know it hurts sometimes, but you get over it.你这周只播这一次？对啊，我今天播大概两个半小时吧，我就把这礼拜的时数一起放在今天播。我想说试试看这样播会不会，不知道哎。而且刚好这周比较忙，我就想说，那我这样播看看。Hello， 大家晚安 ，Simon 晚安，妮妮晚安。黑流星晚安，哎，小芳儿晚安，苏静耀晚安，钟欣晚安，德全晚安，有陈佑英晚安，嘉树晚安，落日一笑笑晚安，还没跟大家打招呼呢，暖暖晚安，明晚安，思远晚，你吃饱了吗？吃饱了，你们应该都比较忙，也没有做。特别忙了，但就是我就想播。今天在爸爸家，今天在客厅。因为我如果坐在床上或者是我那个地板的话，我怕我很容易走光，我就想说，那我坐在这边。谢谢勇的分享，乌勇的。晚安呀，佳作。嘿呦嘿呦嘿呦，深写的。房间已经不能播出来，感觉，就是在整理。对不起大家，我的姿势有点丑，我抱歉。丝袜要给你，波波你帮我抱他，你们看波波啊，你给我布诺妈咪，你给我布诺，布诺去剪毛了，可不要太豪迈。好的好的，对对对，必须得豪迈一点，不是，必须得桌子必须得好看一点，不是要豪迈一点啦。有人戳到弱点，什么意思？无法专心看你。讲座讲座，我要布诺，布诺来，布诺，布诺过来，布诺过来，布诺要不要吃？布诺，布诺要不要吃？给我，他只要跟你吃而已。布诺来，我给你几个，给你几个。哎呀，波波，你们看我的笨蛋宝贝，你们看我的笨蛋宝贝变了个什么样？
里还有哎、欸，好吧，他没看到，那我就分给我的 Tiga 啦。国妈问你一件事，你老实说，呆国到底是有多乱？国妈跑了。有种恶叫做果果觉得你恶，是什么意思？想问今天很晚，今天到10:30，10:30或是对，我怎么觉得布诺妈妈，有人说布诺变胖了，今天妆很漂亮哎，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今天衣服的关系，我今天真的没有化什么妆哎，我今天就擦了粉底液跟口红，还有。腮红而已，哦，还有眉毛啦，今天眉毛是，啊，是天生丽质，不要甩锅给锅妈。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可以嘞，啊，太乱。这样可以吧？不行，要拍到乱。好吧，我的镜头只能在这个范围了，各位。你知道吗？大家都说丝袜什么，就是冬天不是会穿丝袜吗？然后乱糟糟，然后呢，就是丝袜好像就是什么冬天会啊，妈妈。怎么说冬天穿丝袜腿比较不会冷，超冷。你跟我说没什么打扮，没有什么打扮，因为我就想说我今天就穿这样比较好看，所以就穿。哎，不然我穿衣服那个好了。You get over it.家里可以穿，可以啊，玩袜。Hello， 八嘎，草莓酱竟然穿丝袜，眉毛杀死谁？哎，我可以穿这样出门诶，是不是还不错看、啊？国妈跑不见了啦，国妈竟然在家穿鞋帮国妈 QQ， 没有，我没有在家穿，你是好人，裙子太短，哪有啊，这件还好吧，这是安全的裤子裙子哎、欸。裙子这样可以，我给你勾。哎，不行啊，我要。啊！我在乱移动，我要被国妈打爆了。啊！怎么办嘞？我应该怎么做？家里没有一个地方啊，家里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怎么会这样？好了，这样。都是被你弄乱。我穿一个我很久没有穿的。哎、欸、我穿马丁是不是会高一点点、啊、穿一个。高跟鞋，我不常穿的高跟鞋给你们看。今天真的很多时间，就是可以，就是
跟你们瞎哈啦，不过平常好像也是这样啊。你是要高多少？ I know it hurts sometimes, but you get over it.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双鞋好像还好，就是好像没有到很好看。谢谢饭团送的告白气球。啊，你刚刚来的吗？我好像还没跟你打到招呼耶。他说船长膝上30公分，我就给过。啊？什么膝上？再高一点。164不准再高。一直忘记跟大家打招呼耶。戴戴晚安，詹明丽晚安，船长晚安。我刚跟你说晚安了吗？还有谁 ？Alpha 晚安。倒退路完，君子这样可哎，这个看过了。你这样的提议，对啊。哪里哪里？我是说裙子哦。你也没有跟我打，有啊，我刚刚说嗨耶，没有吗？对不起，那我再打一次，大家 hello。不敢相信自己的，好不好？不好看的鞋子。哎，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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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能乱转的镜头，会有危险。这是我第一双买的高跟鞋，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眼光有点差。看来背景只剩门那边应该是干净的。你是要 home tour 对吧？可以吗？我转给你们看。不过有点在乱转要缝，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没有，我们靠近一点，好好好，这样，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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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好像有点乱呢，啊，这个镜子也有点肮脏，太久没清了 ，I know， 我不知道怎么拍给你们看呢，我感觉我妈咪会把我杀了。不然我转过来这边好了，这样就看不到了，对吧？这样就看不到了。等一下，等一下，我怕我走光，好可难哦！啊，这个是好看的吗？你确定你还要？我真的不能乱转呢。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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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算是马丁吧？这是好像什么牛津鞋？我的天哪，我的镜子真的有点脏哎。我们来清一下镜子。啊！我把鞋穿进来，快跑快跑！啊！行吧，不过我没很喜欢高跟鞋。之前的嘛，哦，这是之前的。Hello， 夜风明月。我早就在怕，我觉得家里的状况那边，可是我们家其实不是乱，你们听我解释，就是因为我们家东西太多，然后呢柜子比较少，所以东西都堆在外面。等一下，我在脱鞋有点困难。啊，好痛！踩到我的脚。啊，这找马丁不错。是我吗？是我的，是我的声音吧？我要没收你的手机了。好晕，对不起。我，不然我不要清镜子哈，等一下再清。我不动，我慢慢走。Hello， 季风亮。不好意思大家，我忘记你们会很晕了，就是穿这种马丁靴跳舞。不过如果他要穿他跳舞的话，其实不难，因为他的跟不是很细的那种。我们也有一双类似那种鞋，毒蜘蛛那一套的鞋子就差不多是马丁啊，是马丁高跟。穿这种跳还是要练过，对。我觉得有一双鞋很难跳，就是。蓝格子那一双吧，
我记得是蓝格子那一双。所以看不到，不过之后会有机会，因为可以讲吗？这一次我就是偷偷不小心讲了。Maybe or maybe not， 公眼看就好了，让我有个。可是我那就不要讲啊。可是我刚不小心讲了，还是我可以讲，你们让我讲一下吧，拜托了。我什么都没听到，我怕你们会有一点 disappoint， you know。不准讲，好好好，不讲。我觉得我剪妹妹头之后好像不要化眼妆，看起来比较好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最近长痘痘，就是没听到，看不见，我听不见。只要你好好的就没问题，你想我就翻脸了，我就想看果果。好了，你们不要翻脸啦，凶巴巴左卫门呢，我才没看见乱乱的东西。Oops。 Tiger， What happened, mom？ 跑来跑去。I know it hurts sometimes, but you get over it。为什么果果的公式没有法式啊？不是每个人都有法式吧？还是因为我忘记讲？不是吧？水是不是？不是，那个是我们家的鱼的那个。哎，妈咪，你可以帮我加一点水给 fish 吧。你加多一点就不会有声音了。屁！哎，我的。你的鱼都被小桃吃掉了。不是吧？我以为正式生都有哎。哎，我的鱼嘞！哎，我的鱼嘞！等一下，等一下。哎，只剩下一只哎！这里，在后面，在后面。哪有很多鱼？的 fuck！ 啊！这个吗？等一下，我翻到后面。这不是鱼呀、啊。是的，这边有一只妈咪 ，please。Where？I can't see。嗯，哪里呀、啊？不好意思，我的。我在大概弄的。等一下了，嗯 ，crying。把自己的小手机调小声一点，好不好？我怎么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好讨厌。多吵。哎，我的鱼都。阵亡了。不知情的人以为。好的啦，肚子好。好烦哦。对不起啦。因为他们死掉啊，生病了吗？是不是太冷了？鱼被 Tiger 吃掉了。不是，不是饿死吧？是不是饿死？我有胃啊。你有胃吗？我也有胃啊。吃太饱，水太脏。哪有？撑死。最近天气冷，鱼很容易。哦，是吗？真的是因为这样吗？对，太冷了。
我不要，好讨厌，我讨厌我自己的声音。你爸，你后边我去拿一个。你们不觉得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奇怪吗？我等一下去拿那个死鱼在里面。你不要让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好吗，妈咪 ，please。我没有看到 ，Hello 版兔。是阿娇，终于不咬果果吃鱼。我养的水温没有固定，没有温控，我家的是简单版的。我们家只有那个过滤器，那是过滤器啊。我们家只有那个过滤器而已。给你们看一下。还是因为啊，那我就是要把小桃放回去啊。我有，不是斗鱼。我现在喜欢自己的声音。他原本，我跟你们看一下，你们了解吗？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们？我原本这一只是放在这里，但是因为这个缸没有这一个，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在这里。然后呢，我的鱼剩下两只。真的假的？妈妈，他们说没有加温器，鱼会冷死嘞。对呀，真的假的呀？那怎么办？因为那个鱼不是我自己去买去养，是我姑丈给我的，然后就他们没有跳，有些会跳出来。不是被踢个，适合什么水温？没有拍到，是不是离家出走？跟你们说一件事，就是我还是好想念我的嘘嘘。哦，你把你小手机关小声一点，你都来久。宠物店那边，我的小桃好像就是在那边。我的嘘嘘什么？我的嘘嘘。含氧量都有可能。因为那不是你自己的，那是在声音字典里跟你最相近声音捞出来。我以前自己养的时候，鱼自己跳出来。好的，快去洗澡。还有就是你换鱼缸的时候，有先让鱼适应新水缸的水质吗？我换鱼缸的时候，我会留一点点水。不过我有一点点久没换鱼缸水了，因为最近好冷，我就没有换。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 ？Hello， 坤坤。热带鱼会冷死，可能是真的。大剑最爱发成员洗澡卡，洗澡卡，黑牛星，你们看了？我想起来，我刚才说什么？我的嘘嘘，就是我这边的嘘嘘啊，就是这一条很厚的，这一条很宽的。我原本你们去看我那时候剪完头发的，剪完刘海的第一张我发的照片，就是这边是有两条嘘嘘，然后这边没有这么粗。我真的好想念我的嘘嘘，蟑螂嘘，对，看样子应该要上加温器，所以加温器去那个鱼店去买就有了嘛，水族馆。
I know it hurts sometimes, but you get over it.公演准备工作，准备，我准备，准备的还行。你给你摸一下。Thank you. 问船长就对了，真的吗？那你之前有看到我刚刚那一只鱼吗？不要再看了。哦，不要再看。它疯了，你妈会疯了。I know it hurts sometimes, but you get over it. 有跳，有跳比，嗯，有跳，嗯我可不可以这样拍呀、啊？这样拍会很乱嘛。拍到我们后面的。我觉得这样坐很舒服，我脚可以跨在这。不小心了。我拍到后面的纸箱了，就你的那个虾皮，我的虾皮皮，我的 Tiger46，小声的每日抽，再接再厉。波波，你怎么变那么可爱？啊，波波。I know it hurts sometimes。我手机要没电了。Why？ 要行动电源吗？忘记充电。我没有，我没有这种。可是我在这边不能充电嘞、欸。因为其他成员家里也很乱，待会可以取消它。我挡不住后面的背景，我现在在思考要在哪边播，还是我坐在那边播？那边不是有延长线？哪里 ？There。不来中文图。结果在房间不想在房间播，因为太 dirty， 所以来这边播。Still dirty， 不然我回房间播。How about how do you think？ How you think？ 波波，妈妈，你看她的眉毛好可爱呀、啊。宝宝，宝宝，他天生，宝宝，他是可爱，是可爱长大的。你们会不会觉得听自己的声音很奇怪？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要录语音给你的朋友啊，或者是就是影片什么里面听到自己的声音都觉得很奇怪。应该移去旁边就可以。Sometimes, but you get over it. 你不要回房间播，我也可以。主要是因为我手机快没电，我怕我播不了。我觉得自己声音，我也是这样觉得。而且真的是，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听我自己声音就是这样讲话声音，我一直以为我的声音很低。是。很低吗？可是我很低哦。可是我自己听。就是可能有时候我自己看回放啊，或者是别，就是反正就是我的影片，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声音有点不是要播对啊，我觉得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喇叭传出好像哪里怪怪，对吧？应该是点礼物就闪退哦，没事没事，我刚刚也是闪退，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直接结束直播，我直接想说 What happened？妈妈 ，It's okay. Thank you. I know it hurts sometimes, but you get over it. 你们觉得我的声音怎么样啊？可是我有时候会被我同学说我的声音很嗲，你会觉得我声音很嗲吗？你会觉得我声音很嗲吗？你会觉得我声音很奶妈妈？不会。可是我同学都说我声音很奶。
有时候很难呀。不会不会，嗯哼，我可以坐过去啊。可是有时候会有撒娇音乐，所以有时候跟你们可爱国的声音，有时候跟你们撒娇的时候的声音。今天没有送礼物的机会，没关系没关系，我是觉得你很呆啦。谢谢，撒娇音好听。Why you so mad? 没有啊，你是你。Why you so mad? 我没有啊。啊！哎呦哎呦，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平常还好，但是会被你不思议的声音。不准说果果呆是呆呆，好近好近。Sometimes, but 你们要听歌吗？还是我就不放歌的心情？今天差不多了，今天几乎把全家都拍光。我觉得呆不是日常，不是，不是。要不要来个 home tour？ 把枕头砍光光了，哪有？饭团说了什么？我看哦，全家。我发现我不适合戴耳环呢，我每次戴耳环耳朵都好痒哦，我怎么毛一堆啊？还是因为我扣太紧 ？Ouch！ 我好像会过敏，你们知道吗？我打耳洞好像不适合打耳洞，因为我会长那个肉肉。可是我觉得很好看呢。你们看这边肿起来，它不是，它根本没有发炎或者是怎么的，但它就是我打完之后它就长一颗在这边。你们看这边下面有一颗，这边你们有看到吗？就是这边有一颗小肉肉。我没有挑啊，有时候会买那种衣那种服饰店里面的一些耳环，除非是这种，这个我才会这种跟放这边的跟这边的。跟这边放耳骨的，我才会去比较特别挑材质，就是什么医疗钢啊，或者是可以下水啊，或者什么纯银啊。那改成鼻环，改成舌环试试。某些材质哦，我不知道对哪些材质过敏哎。而且我，可是我打这边就没事，然后我这边你们看得到吗？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就这边一颗小肉肉，然后这边是鼓鼓的，然后有时候戴耳环，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我已经打这么久，可是戴的时候还是会痒痒的。而且你们知道我这边还有一个洞吗？哦，纯银不是最好吗？哦，合起来哦，没有，我这边也有一个洞洞。Sometimes, but you get over it. 戴了会红，痒肿痛，会红痒肿，会痒，可能会红，会红，有一点点红。应该就是过哦，所以是过敏哦，我一直不知道是怎么了哎。啊！嘿嘿。啊啊！纯银的就不能什么，不能那个叫什么，带着洗澡吗？是纯银好多。对不起，我很抱歉。啊！哎呀，
哟。哦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一直掉下来。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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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知道，我们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们看，我买了超大盒的巧克力。Hello， 艾瑞克。艾瑞克，你看我今天穿的。Tiger， 你不要过来，我求求你！你如果等下把我的线扯掉的话，我会疯掉。嗯嗯，怎么很大？你看我今天穿可爱的丝袜。对啊。好的，我秀完了。今天穿的丝袜，我再挑战一次点礼物会不会当？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会当的话，是不是当了？等等，我去梳个洗。啊！我给你看，我站起来给你看，很爱。哎，不用，感觉看见他了。Oh my god! Oh my god! 谢谢黑流星的告白气球。因为我呢，它不能再放远了，所以我只好这样给你看了。我继续上班。辛苦了。每次吃巧克力都一直好想吃，可能是今天有点淡，再看下去。下班的晚点见。妈，今天在干嘛？周日收到一盒，帮我送。转头也太长。A 型，我好像也是 A 型哎。还是看下，有时候下面穿的很好看，就会想要给你们看看，穿裙子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都会想跟你们分享。但是因为直播都是上半身，又看不太到。我快撑不住。会不会吃巧克力然后等下睡不着啊？哦，啊，最好最好，我平常都是70%的，那巧克力苦到我也不吃，是多苦？70%不是已经很苦了吗？就是那种70%已经是黑巧克力了吧？推荐看，各位在座撑住啊！顺便帮我加三袋，太多了吧？那这个几趴啊？这种苦到没巧克力味，那这样还是巧克力吗？巧克力到底是什么？巧克力几趴？那如果100%是什么纯巧克力哦？是吗？妈咪，100%的巧克力有这种东西吗？
哦，对对对对，啊，啾啾，75%，太苦真的也是吞不下。我知道，在我听过100%，好像是酸酸苦苦的。所以如果在市面上的巧克力是什么啊？是巧克力加，就是100%的纯巧克力加别的东西吗？你们看，你们看，又要给你们分享了。Hello 明晶 ，Hello 明晶 ，Hello 啾啾啊 ，Hello 哎，幻影战士，晚安。你们快看 ，Oh my god！ 给你们分享，既然你们也来了，我也跟你们分享。还是我就这样直播算了。哎呀，奇怪，打不出字，大家对不起对不起，我把它转紧一点。我发现做错了一件事，就是留言。你看你看，我今天穿全身黑黑是有多，因为你们先等进来的人没有看到呀，就是刚进来的。要不要送你手机架？我也很开心，谢谢。有人要赞助我手机架吗？我等等再去叫人进来。那我一直这样等你们进来。我进来很久，只是你没发。真的吗？我没发，不用这样播，等大剑来没得看。这样。手机架应该，应该不在营运禁止范围内。那你们可以送什么？可以送，可以送，可以送保养品吗？可以送保养品吗？哪个哦？不好意思，早就用副账进来，待你没空时再用正账哦。好像有人跟皮肤接触哦，是哦，是不是要拿个抱枕？擦皮肤的那可以送哦，不擦皮肤的不行哦，那所以洗身体的也不行，送你打底裤。我有打底裤，我现在我有穿。那我坐好好。I know， 那我抱着我的娃娃，刚好在这。I know it hurts sometimes。然后我才在我留言。我刚刚要说什么呀？那可以送。蜡烛吗？蜡烛可以吗？那娃娃娃娃可以，然后那可以送遥控器吗？我跟你们说，我遥控器坏掉了，可以送我一个遥控器吗？遥控器可以送吗？我不留言就能混过去。送猫食，可以送猫罐头吗？送香氛蜡烛，要插电要装电池的都不行啊！是啊，可是你们不是送。蜡烛也不行哦，那如果送香油，送精油可以吗？吃的不可以，那送，那送我一只老鼠可以吗？可以送我一只老鼠吗？还是可以送我那个加温？可恶，加温器也是3C 产品。那精油可以，那香油可以吗？突然让我脑海里的某喵的神回复活过来的感觉，什么意思？老鼠不我的话可以，不行。哈，那如果是水壶可以吗？送书，对，送书可以。
香水精油，香水精油什么都，那还是你们给我逗送我逗猫棒好了。水壶应该可以，都送提货券，还是说我们埋在松山的土下？我送我送你自己可以，还是说可以送我？那送行李箱可以吗？我根本就是在乱问，看到什么就问什么。那送。那为什么娃娃可以啊？那如果娃娃里面有人放什么东西怎么办？杯子应该可以。行李箱超过，现在不能出国。那送鞋子可以吗？鞋子我看到鞋子。不然送猫砂可以吗？送书大学可以念。那送，那我们可以送你们什么吗？鞋子可以哦，我的脚24磅。果果你认真的？没有啦，我都是开玩笑的，不大家。我只是好奇可以送什么猫砂，送哪次不送。可是不能超过哦。那我想送蓝白托，我想要得到蓝白托。你的身高24磅很小，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脚很大哎。可是后来我发现好像蛮多人的脚都是24磅，就是蛮多女生的脚都是24磅。把自己的照片印在，但是你搬得回去吗？不然你们说我猫罐头好了，那个我的 Tiger 由你我负责。不然我们唱，原来才24/23。哦，那我脚其实没有到很大，为什么要？可是我的脚看起来很大。蓝白托好啊，如果有人送我蓝白托的话，我就穿去握手会，先被姐姐打。不然我们送给国妈怎么样？送给国妈，可以送给，我知道送什么给国妈，国妈会很开心。送 Bruno 的零食。穿去我们也看不到啊，猫砂抱不回去啊。那我会不会跟你们说，那个送我猫砂之后那个公司常常就有一堆一箱一箱的猫砂，然后果果要你的礼物，然后发现哇都是猫砂，穿蓝白拖去我，那我就穿吊嘎配短裤配蓝白拖。但是我最想要收到的是你们写给我的卡片，宠物用品要问一下。那会不会有人娃娃里面？送一卡车猫砂搬死你！哦不，握手会宣传啊！对，握手会，握手要宣传什么？宣传握手会，我是觉得你可能会先在公司飞。娃娃里面放 iPhone， 哎，很棒哎！我至少不然以后可能那个叫大家都把那个真的礼物放在娃娃里面。乱出馊主意干什么东西？那你们放坏坏的男生，坏坏的人，被莹莹抓到会被出警。你们要在那个莹莹说什么不能送超过3000块的东西，那我们在娃娃里面放4000块。
坏坏的，不该出馊主意。还是说在娃娃里面放猫砂在装钞票，可以可以。还是说我们在猫，就是在这个娃娃里面就放个遥控器，干坏事，你们干坏事。也是那么想看我们被禁足三个月，不然不然还有什么？我想问，我知道了，我跟你们讲一下超厉害的，把钻石放在布偶里面，厉害吧？你说谁要送啊？哎，我的口红嘞。我知道了，我让你们买一只超大的娃娃，里面塞 Bruno 的好伙伴，不是 Tiger 的好伙伴，送一只小猫咪。哎呦，哎呦，哎呦！制止一下你的女儿，她老在想办法。直接给你卡，你刷了好。我收集你们的卡，每个人都送我一只娃娃，里面先把他的肚子这样，我们先帮他开刀，我们先做手术，先把他肚子这样划开，然后把卡悠悠卡好的悠悠卡放在里面，放在里面之后把它封起来，然后，擦的，到时候会闷着吧。半年内不见，哦不，哦不，我给你我的金融卡如何？Hello， 空空，哎，他怎么没在充电？没有啊，没有啊，有了有了，我们在，你刚刚才错过果果腿了，你刚才。晚安晚安，大家你们不要被我吓坏掉，你们是不是被我吓坏要跑掉了？你们别跑走啊，我们这计划是很不错的，哎，你们不要被我吓坏啊。错过不会再展示了，会啦会啦，恰恰你们快回来啊，你们快回我。那边把你们吓到后，你是有多想看我们被出境才甘愿？什么鬼，我们刚在想办法做坏事。我在呀，我 Hello， 我要看，不给你看，再发洗澡卡呀，哈哈。我今天是小坏蛋，你又做了什么事？我在说我要收集你们送我的悠悠卡，正在玩偶里面。那我去雨林那，哦不别，这个，在呀止血中。Hello 鬼杀队成员小薰。悠悠卡每张存，不行不行，要存4000块，因为他们说不能超过3000，那我们就存4000。是，可以用好久的悠悠卡。Hello 樱桃猫，请问主播可以比个？请他们再送 B 血型给我。那我要问什么？我忘记了。不可以这样乱爆自己的那个啦。哎，其实说真的，我还蛮想要收到马克杯的，就是有贴你们照片的那种。因为我很喜欢，但我不给你密码。那我小到我用我 hack 进你的那个 bank account。
有个人的照片不行，我很多马克杯没在用。好啊，国妈可能会疯掉。粉丝照片的马克杯，哎，很棒哎，就我就有各种。我之前好像有跟你们分享过，就是我们很喜欢，就是蛮喜欢拥有马克杯。就是我之前去那个什么 Disney 啊，啊不是那个环球影城，我都喜欢买那种可爱的马克杯。三洋工艺，什么是三洋工艺？买车手，又塞礼物又 hack 果果很厉害，结果国妈去买洗碗机，我不是，对啊，我好喜欢，谢谢，好像不行，嗯。那如果是 Q 版的你们，我各种啊，我会拥有各种 Q 版的粉丝，大家哎，一堆，摆一堆，不知道就算了。叠成山。对，叠成。马克杯山。嗯。还是你们送代表你们东西的马克杯。收到的预热很棒哎 ，Q 版卡都 OK， 好严格，你自己把我们印上去啊，那你们要寄给我照片先，就没人发现，很聪明哎，热水照片怎么会出现？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个也可以。用你的头贴好像不错。我刚刚怎么聊到这边来的？怎么在聊送礼物的事情 ？In my bag， 对啊，握手会，握手会，握手会。三月的握手会，大家会来吗？大家会来握我吗？请来握我，拜托拜托。14、2张就够了，1张也够，10张也可以，100张也可以。没出意外的话，会过去握你。好，板兔不会来吧？加速也不会，大家也不会。那空空会来吗？那饭团会来吗？那夜风明月会来吗？那小生会来吗？那樱桃猫会来吗？那艾瑞克会来吗？那阿翔会来吗？那加速会来吗？加速刚刚说不会，对不对？那幻影战士会来吗？我才刚填完，我有跟你说过我。有，你有跟我说过你会去全点，我要来吗？要，当然去呀。什么越来越多？你确定2张吗？10张，好包10张。我要继续填的，好。你要说，拜托拜托哦。希望三月的握手会你们会来握，会来握我。拜托拜托，我会穿好看的衣服去找你们。拜托拜托，嗨啾啾。啾啾会来握手会吗？你加不我就在加嘛。好啦，知道的。还对我们喷口水，我都要喷口水，拜托拜托。会去吗？会去啊！欢迎来握我，欢迎来握果果，握武丹会去握。好，这还是不要讲好了，我怕被打钱。他会拿那个敲你哦，
再接再厉。那如果抽到这个奖，全民每日抽会抽到什么耶？你很早以前就说了呀，不是吗？还是我记错？我没有记错。不知道，没抽到过。樱桃猫再接再厉。大件就傲娇，我就傲娇。那你们会不会来握我？可以来握我没？记得。In my bank account, in my bank account。恐吓吗？嗯。好握，我会握你好紧好紧哦。真的不来握我没？我确定没办法啊，是有事吗？好吧。哦，超爽的。我的车会自动刹停，撞不了。In my bank account, in my bank account.有七个脸吗？我的那天戴的吊饰就是七个，我的配件就是七个。晚安微如，我还记得上次跟果果聊得很开心。那、哦、那你说我要握你几张？我算一下。大概7749张，是49吗？应该说，我上次说要问你几张，答对就去。你太过分了啦！你每次都说，我只记得你每次都说要减3张、减5张、减10张，还是说不定其实是25张。25张也太多了，25张聊不完呢。25张这样多久啊？还好49张。什么意思 ？Hello Jack， 早就剪光光了。什么剪光光？20张还好吧？20张还好吗？现在应该哦，25张2分多，1张7秒而已，七十秒的话是10张，70秒10张，7秒钟1张，那如果70秒的话就是10张哦。70秒像是1分钟，2分钟就是20张，2分钟120秒，120秒7120，六张，七，我在算什么？我刚刚120。数学的部分，找小宝。好的好的，快去说。大件的我就还好啊，其实一张才7秒，其实还好。那你们还好的意思是说你们会握我好多好多秒吗？70秒怎么样？我去找小宝说一件事就回来。好的好的，等一下等一下，7 10张，所以10张是70秒对吧？10张是不是70秒啊？所以20张是2分钟，等一下我在算什么？七十四，140秒，
140秒是两分钟，有20秒。2分20秒，啊、哦，我的天哪！两分，所以没有没有，20张。Hello， 西恩，哎呦，开始学会施压了。7秒哦，那70张，天哪，70张的部分 ，Hello， 我说70张啊，对啊，10秒，不是7秒，7秒一张，那10张的话是70，10张的话到底是不是70秒？妈妈，1秒。7秒一张，10张是70秒，对不对？对吗？1秒是7分钟，7秒是一张，7秒是一张，哈？1分钟，不是你听我讲，不是写算式了吗？哪里哪里要不要拿 calculate？你数学老师是国文老师，你数学谁要握七十张？哪里有算式九九？呀，1张7秒，20张140秒，2分，而且20张是2分20秒，是吗？40秒一，啊，2分20秒，对，20张140秒，2分20秒，所以呢，20张是2分20秒，那假如说30张的话呢？30张的话是几秒啊？30分的话，210秒，210秒是3分多钟。那这样子是多少钱呢？这样子又是多少钱的那个？这问题真是，哇！这人的算术跌破我三对，一单还是10秒的。平胜，现在你不能跟你说，什么意思？给我抓回去国中，1秒7分钟，果果。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周日就可以看到，对呀。Hello 勇 ，Hello 店长。1张7秒乘以几张等于再除以1分钟60秒等于时间。How about the money?I need to know the money. How much? 就算300张，这要怎么算呢？7秒1张，所以说我要买。那我算一下，我现在觉得为什么不是狗狗？因为我10张就。等一下，1张，1张当然是10张，就是3000块的意思。那我们握5张就好。3000块握，3000块握30张是10张是70秒，70秒1分钟10秒钟，1分钟又10秒钟。1分钟又10秒钟，要3。一分钟又10秒钟，一样，我没有讲错啊。1分钟又10秒。Yes。70张等于21000，哇！3000块还好，3000块是 a lot of money。哇，一双鞋子。Yes。有可以买双鞋吗？不可以，不够。3000块不能够买一双鞋，只能买一只而已，不能买一双。我说完回来了，黑流星秀秀你，握完光碟就全数回收了，什么意思？全数？嘿嘿嘿嗨嗨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 Can I? Where you go to buy the Bruno 饲料 ？Where?
不知道那边有什么。好包。啊啊！师傅很会喷，怎么说？五张是三十五秒，三十五秒好少。可是七三，好贵贵的钱钱。跟小白中盘上买，包布也才十万五千。哎 ，no thank you， 我不想喝了。哎，还没开过。还是可以帮我买一只老鼠回来。神经啊！不要。再买一个笼子回来。不要，好可怕。不能来看。老鼠都没有养过，超过。谁是小白？妈去买吃的啊。谁是小白 ？Stay home, OK? We're not stay home.可是这样的话我们要算一下，假如说你们握手会握太多的话，那这样你们会不会就不要买我的生血针了？我们这个钱呢就是要规划好，对吧妈妈？我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太棒了。下次我都会规划好这个月要买什么，像这个月先买什么什么，下个月再买什么什么，花光光，太棒了。跟大家一起规划，一起分享。对对对，对，我们要规划。可能这个月假如说我赚了200块，那我就要算我这150块要花去哪，这样我一个月就还剩下50块。对，跟大家分享啊，大家一起规划，嗯，很棒。对。Night market。我要吃糖葫芦，你要买好吃的糖葫芦。你知道我们那天跟。你要草莓。你知道淡水。你知道我同学竟然没有吃过糖葫芦吗？对啊，哎，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我的好朋友竟然没有吃过糖葫芦，哎，然后可是刚好那哈，草莓有番茄。我那天不是说我去淡水吗？都可以，两个好的，一个草莓，一个番茄。我那天不是跟你们说我去淡水吗？然后那个淡水的糖葫芦就真的是，嗯，有点小小不好吃。然后那个糖外面的那个糖都黏黏的，然后呢就吃起来就整个黏在你牙齿，然后超难咬，然后呢他就觉得糖葫芦很难吃，我就跟他说不行，我下次带你去吃好吃的糖葫芦。大家你害怕，我也没吃过。等一下你们，我们刚才讲什么？你还想讲给你忘了我上次握你几张？我记得我跟你聊很久，一直看到就是一直。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小白是粉丝，你可以问平安哦。哦，好像知道，你千金哎，不是好的，我们先回归，回来 ，OK。好，我们来好好规划。不行啦。回去哪里？可是这样你们就不能买一双3000块的鞋子了耶。可是握手会好像不是那么常办，可是我们还有公益，还有 reset， 可是我们还有生血针，拍坦工作拍坦，我都填完了。大健回来，大健去哪了？我去淡水，我只知道去巴黎买。哎，我没有买，那边排超多人，超多。对，我很懒得排队，所以我就没买。大家要跑去哪？我先去雨林。来不及。什么意思？来不及。吾家有女初长成的感动。大家在吃发卡果果，我心都受伤了。Hello 毛良 ，Hello 空空。这样子你们如果太多张的话，这样你们家的猫猫会不会没有罐头吃啊？那我希望可以，我是。
9章。没有成功。对哦，其实是半年一次哎。不过能见到你们的话，我会很开心。讲的好像会来一样，我有做规划，不用担心我啦。土壤，大不了。那我们去，不是我们去，我是就是如果你们来呀、啊，跟我握手，我会很开心。我会很开心，我很期待跟你们见面的，对吧？对吧 ，Tiga Tiga。你看，然后那一天，我跟你们说。各位，然后那一天我就这样，我回来了吗？然后那一天我就这样，对对对，没错，就是这样，Tiga 等，没错，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我就坐在这边这样，我就这样，跟你们说，大家好，我是果果，然后我就想跟你们握手，啊，我觉得啊，我说大家好，我是果果啊，这是我的吊饰，这是我今天戴的吊饰，啊。然后你们不觉得这样很特别的棒吗？你看，你们就看到一个大屁股在这边啊，然后就这样就挺好，就这样，对，没错。啊，别，想被，你的握手会需要说，你们看你们这样子还额外 bonus 哎。还可以看到 Tiger， 你看那个 Tiger 大屁股在这，而且他现在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该怎么办 ？Tiger， 好的 ，OK， 太棒，那个脖子有点酸。还是说你们要我带另外一个配件？我还有另外一个哦，各位。我还有另外一个，等我。第一个活泼到，还有另外一个配件在这，哎，这是我的另外一个配件。啊，妈妈出门了，就这样。妈妈出门了就很。反正是你看，哎，你们看布偶的表情，你没有看到吗？他跟我好像，布呢？这个还好啦，8公斤而已 ，OK 的。不不，看得出来对不对？布呢？那你怎么了？每次妈妈不在的时候，她超明显的有个不开心。BB 同款厌世脸，她不开心。对啊，妈咪出门，她不开心。啊，
这样看得到两只猫猫也看得到，这画面真棒。可以帮我拍一张照片吗？可以帮我拍一张照片吗？疯疯的小主人，啾啾啾啾啾！你没有发现他剪毛了吗？可是你们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他。不呢 ，Why you so sad？ 嗯，你看他完全没有要动的意思哎。蕾丝被盗。他完全没有要抵抗我的意思。在雨下的瞬间，我多看了一眼，距离有多遥远。今天唱歌不好听，算了。会，他们两个会，他们两个太久没见面了，上次见面就有点，因为可能是在我们家的关系，所以就是波诺有点占地盘，然后 BB 又有点，就是他们两个都很失控啊，不是 BB， 波诺也很失控，因为 BB 会害怕，因为这不是他的，他有点 BB 有点就是很害怕的感觉，所以他们两个就不合。在雨下的瞬间，我多看了一眼，距离有多遥远，在你身边，在离开之前，来不及说声抱歉，就匆匆打了个照面。不唱还不是想唱放音乐啊，不要这样，我又要唱到天荒地老了。我多看你一眼，距离不再遥远，多久之前很想唱歌，但我觉得我今天唱歌不好听。今天没有跨日，今天开到十点半。我平常都播到几点啊？平常都播到快十点吗？还是一个半就九点半？一个半是九点半，那我通常会拖到什么十点吗？正确。还是你们要听好运来，偷祖祖的梗。你们看不能，啊，不小心滑到。我想要唱好听的歌，那我今天唱个不好听。不要在你这边，还好一浪会疯掉。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什么歌可以唱？看完会掉粉。在雨下的瞬间，我多看了一眼，距离有多遥远，在你身边，在离开之前。因为我发现我平常讲话好像有点大声，就觉得喉咙有点小痛。雨林网络好惨，卡到，是不是因为今天下雨的关系？不知道你怎么会懂？
竹宝贝教我的、啊，每次跟他一起直播呀。不急是哪一首？台北雨蛮大的，我现在听到雨的声音，把你也带给带坏。好可惜，终于失去你，对不起。听见下雨的声音，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这一首歌，你问我哪一首歌怎么回答？你可以哼给我听啊。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幸福也可以很靠近，我付出一直很小心。还有什么歌？再接再厉，我好想看全民抽会抽到什么。还是唱这首叫什么？我会受不了这样，你说你在乎我，我受不了这样。快点快点，你们快点猜我在唱什么歌。别说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别说你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还是别说你爱我，我会受不了这样。林俊杰的《修炼爱情》吗？修炼爱情。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炼成泪水泥。宁静，你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说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就是这首歌。笑着说爱让人疯狂，哭着说爱让人坚强。忘不了那个人就投降。中间哪有中间的歌词？哦，那修炼，前面怎么唱啊？修炼爱情。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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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熬得过且过。才不是啊，我唱的不是这首歌。哎，倘若那天
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等等等等，等一下，修炼一下，怎么怎么？我思考一下，不行，我会想起来。我都会这样玩，我有时候也会突然换。不是不是，我刚刚唱的前面就是本来就不是那首歌。噔，我想到一首歌。落叶的位置，浮出一首诗，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你是我的关键词。不行，我要想到那首歌怎么唱。发霉的光光，你去哪里找到这个字的？听说你刚刚在唱好运，好运来，吧嗒吧吧嗒吧嗒，这首是关键词。不然我们来玩猜歌游戏。好，我们来玩猜歌游戏，各位，我们来玩猜歌游戏。我们可以唱什么？我唱，不要再唱了。我先退出啊！我们为什么要退出？我唱，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怎么看你笑着，我却心如刀割。是不是太简单了？那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声大虫还被啵啵啵啵。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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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一句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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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也不想听？关键在为什么没人理我？对，爱你。不会了，跟祖祖饼这段小声了。可是我们家隔音很差，我们家住那种巷子里面，他们有时候七晚八晚围在那边鬼吼鬼叫，想起来了啦，我放弃，那个空空是猜到的，那等下我再猜，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想钓鱼让我们说爱你？可恶，我刚刚应该说我也爱你的。换一首，换一首。是太阳先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不行啊，这样就唱到歌词了。太阳不是，不是太阳，这首唱太难听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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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心里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我唱出来了。噔噔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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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哦，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荒野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那我丑一，我丑一。啦砰砰砰，啦砰砰砰，快点，我唱完了，你们猜。我唱了，我刚刚又唱了。啦砰砰砰，啦砰砰砰，你们知道我在唱什么吗？这首真的不知道，我记得这首，你说我现在在这唱吗？啦砰砰砰，啦砰砰，还是你是说上一首？德全，你是说刚刚的？你刚刚说我现在在哼的啦砰砰砰，还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今天唇色好淡，去擦点口红。我放弃，我等下听。这不是歌啦，我这是，这是那个。看满十五分，有礼物可以点，一点又闪退，怎么会这样啊？还是其实是你那个手机，啊、好红哦！快来来，没事没事，我们来玩猜歌游戏。这首是歌哦，我以为是那个什么，像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是歌吗？现在在干嘛？现在在玩猜歌游戏，叫 Little。Dreamer Boy 是哪？我念错吗？我嘴巴好红哦！刚刚太那个，你要玩？好，你要玩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来唱喽。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那我不要了。为什么不要呢？太烂了吧，没送分呢。我想说这是大件的年代呀、啊。还是不然我们再唱一首歌，我再唱一首。晚安。怎么在床头上啊？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你给我小心一点哦！好凶哦！大剑有人偷，大剑是不是把我大剑，你不要死！我决定明天不买果果的了。啊，我开玩笑的嘛。不然德全，我再唱一个好了。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大全还在吗？大全，饭团还在吗？饭团，饭团，おにぎり。费玉清的晚安，费玉。对啊，哦嗨，你为什么没有猜歌？上，不然我再唱。我要唱一首，你们一定猜不到。Is she the one? The one you've been waiting for? Is she the one?
就是等等完，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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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ired of staying up all night with you on my mind. Yeah, I'm lying here, cause I like me and you sure you used to lie. No, I shouldn't mind. All I think about is, does she move your body like I move your body? Cause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我想要喝那个可不可的那个叫什么啊，雪花冷露加欧蕾，雪花冷露加珍珠，雪花冷露是不是就有珍珠了？就是那个冬瓜加珍珠，微糖。我觉得我们猜不到，我知道，但我不知道啊，你知道，你不知道那个、啊。All I think about is, does she move your body like I move your body? Cause I wanna know, yeah, I wanna know. Does she make you feel wanted? Is she all you wanted? Cause I wanna know, yeah, I wanna know. I want to know. 不然我再唱一首。When I met you in the summer, to my heartbeat sound, we fell in love, and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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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and we could be together, baby. The long distance eyes are blue, and I'm so innocent now. 好了好了好了，我认真，我唱，我不要唱英文的。我啊，你玩，我们来玩。我们来玩，都唱出歌，不听英文歌。顺便填握手券，不用担心。好的，好的。十年之前，不要唱歌词。再次。再一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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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紧紧靠在我的肩。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首歌名叫什么。你不要故意想很老的，我哪有？Aloha. 哈喽，我对不起，我刚刚卡了一下。好了，我看我明天买一张就好。不行，你看我这么替你着想，你就是必须得买好多张啊。好了，等一下。我现在脑子里面没有歌了，等我一下。我宕机了，等一下，我们认真想一下可以唱什么。我知道，我唱一首我喜欢的歌。我想一下怎么唱，等我一下。可恶，果然让我无法低语。为什么？我的赞助。Hello， 啾啾，你要来跟我玩猜歌游戏吗 ？Hello， 沙鲁你好。你要来跟我玩猜歌游戏吗？等一下，我想一下。不行，我要来开电视，真是受不了。如果有来，我带我侄女去玩。那我先随便唱一首好了，不然你们在我不低于十张，你不要吗？那说我要，我很开心的问你为什么呀？不能问你哦，真奇奇怪怪，不问吗？问一下也不行。
是这样子吗？不能问一下，不能问一下，一下下不能问。大家的可以可以。过年你有放假吗？有有有，我有放假。开到音乐频道，不是不是，我要找歌。哼哼，哎呀！那个的姐啊，你是我的主，不是啊？可是他们每一个，搞不好你们不知道。不行啊，我们现在唱到歌词没关系，不然每个副歌都是唱到歌词啊。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三年零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你给过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我知道，算了算了，快点快唱快唱快唱。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对方打了自由。你的念念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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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说不问你，对，是不讲。其实这首没有很新，这都是五年前的歌哎。谁能比我强？是因为这首歌没有很红，所以你们不知道。我很喜欢这首歌，你们可以去听李荣浩的《不将就》，我觉得蛮好听的。宝宝真的大胆玩，我知道，不知道。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随便你今天也别，我从出生后就没听话。愿爱上谁，我都会坦然面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忌讳，反正我还有一……哎，对你很厉害耶！我还有这首歌，大舅侄女又送我巧克力，这是炫耀的意思吗？不行，我如果放就被……浪费，对。空空作弊啊！想起来了，炫耀我。你骄傲的飞跃，我栖息的夏天，孤剑的宣言，重复过很多遍。思念被季风吹远，吹着。的笑脸，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叶片，痛的世界却从不曾改。
John， 你的那个回答很棒。我其实不知道，所以你们听歌都会记歌名，我好像有时候不都会记歌名。没很爱吃，什么意思？放在马克杯里面，为什么放在马克杯里面？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能不能再再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可喜欢的样子你都有。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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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你们一定知道，应该很多人知道这首歌。我还没想唱给你听，还蛮想唱，是吗？谢谢玉的香油。我静静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再再回味你给过的温柔。静静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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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词真的很棒，他喜欢这首歌，真的甜甜的。这首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是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我，许我们会老鼠爱大米。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不是，记错了，老鼠爱大米是啥？谢谢饭团送的好多的鼓掌。我只想说，我以为老鼠爱大米。那老鼠哎，大怎么唱啊？即兴改歌，好好笑。空叶才是你的王，以前写的不错，我有在想要重，就是再写一次，但是真的挑战很高，因为我真的是。就是你们看我连直播的时候真的是都说不好了，而且那时候是线上基数有非常上升才写出来的歌词。我现在真的，我以为你在跟我开玩笑欸，亲爱的。老鼠爱大，老鼠爱大怎么唱啊？好像蛮像的，哒哒哒哒哒哒，就像老鼠爱大米，米爱大米。亲爱的，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老鼠变大米。
爱大米，我先变脸，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老鼠爱大米。你看我的宝贝在睡觉，看，嗯，我好香。你在改歌台吗？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敢想什么。买什么吗？我想吃猪食面，妈咪。那边不是有金星发？还是你已经走了？可是金星发好远哎，还是我吃？没关系，没关系，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对，但是我们家里讲的好吃的面面的名字。蛮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了解，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的亲，慢慢的对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我最好的。这首对呀，慢慢喜欢你，那个不是你呀，那个是一耶，好吧。心一跳，啊，就开始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在一起吗？好不好？接下来成员。心一跳，那些年错过的大雨，怎么唱、啊？但现在的发型，没有没有，真的不好看。你们看我旁边，你看如果我绑马尾的话，我整个刘海就很大一片，你不觉得吗？我刚刚才在跟大家讲，我很想念我之前的须须，玉，你去看我。你去看我之前发，就是我那时候刚剪好刘海的时候发文的，就是我这边旁边的须须没有这么厚，就是这边它这边全部剪掉，这边原本是后面的头发，这边原本是后面就是长的头发，然后呢只有一条须须，然后呢被它剪掉，然后呢这边就很大片，我就觉得就是不是很好看。好看的男生不好看，我要看双马尾。不给你看，要看的话来看我表演，我表演就有双马尾可以看。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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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你不用太自然，我想为爱情还抱有希望。这首是什么歌啊？噔，有人可以帮我解答吗？噔噔，啦啦啦。你不用，不错卡，谢谢。哒哒哒，我都会把这首歌接到林俊杰。只有一个、哦，你是说真的吗？大家也是说真的哦，只有一个，真的只有一个。那握手会好。啊，对了对了，就这样。哦哦。就这样，就这样，你不用再滴滴答答。我想对爱情还抱有希望。Yeah, 我都去。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就差你给我抱一下，让我对你唱情歌，让我对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让我对你说爱你。转音可以领，让我对你说爱你，是让我为你唱情歌。棒棒棒！抱抱啾，抱抱啾，抱啾！你看不到我们的对话，为什么？那边要怎么比？手指是还有声音，打好行李。追回你，你自己拉上去。没印刷刷什么锤，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要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什么事情有理说不清，只是脑袋还不清醒，还爱着你，其实还想着你、请你别太得意，好想打喷嚏啊，好想哭哦，各位自斟酌，我才没有嘞。滴滴滴，不打算追回你。爱过口口腔，耍嘴耍什么嘴，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啊！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起你？若日不生气。这首歌名跟狗狗一样啊！这首是什么？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
哎呦，真的，我一直好痒。只在你身上存在，要不是你不会哭得傻得笑得像小孩，在一起不简单，别轻易说分开。我今天要准时关播，我觉得两个半小时怎么好久的感觉，可能是因为这首不像在吃巧克力，不然大家唱吧。如果播加哎，我觉得对，今天会准时关。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要不是你不会哭得傻得笑得像小孩，在一起不简单，别轻易说分开。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依赖着你的我可以尽情不勇敢，因为你我相信爱存在。In my life, in my life, in my life, 放弃你的伤。啊！我在，我在开嗓。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要不是你不会哭得傻得笑得像小孩，在一起不简单，别轻易说分开。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依赖着你的我可以尽情不勇敢，因为你我相信爱存在。是不是快破音了？我今天会光光光乖乖，感觉果果越来越爱。这是我刚刚吃太多巧克力。都变成我的依赖，依赖着你的我。你快听，润果果失恋吧！我今天会乖乖关啊，怎么办？啊，不是这首啊，是这首。我突然想到，我真的有个天的，我记得有一年去冲绳。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姐姐一起买了一双毛靴，就是那种靴，就是这个这个这种靴子，不是这一双，就是这种毛靴。然后大家看大家整，然后呢那时候跟姐姐买一人一双。我们那天早上去买，然后下午我们好像是去那个海洋博物馆嘛，海洋馆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在那个
广场那边跑跑跑，结果鞋底就被我一个啪嘡甩掉了，甩去鞋底直接变鳄鱼。我那时候超好像那时候我是怎么在哭吧还是什么的，我说我有粗鲁。我那时候哇，妈妈那时候好像一直笑我，说我才刚买。你给的爱 ，Hi， I'm still here。果然是男孩子，我在跟他说，我刚看到姐姐那双鞋，我在跟他们分享。我那时候在冲绳买的靴子。你的手指是在笑我。爆笑，笑死了。我就是穿。我就穿一天就坏掉。怎么一天？刚穿出门就坏掉了。哦，刚穿出门就坏掉。哇，是糖葫芦。是鞋子，对啊。现在鞋不好，不能穿。那姐姐穿怎么没事？可以帮我倒一杯水水吗？可以帮我倒一杯水水吗？哦，你走呀，走。超级寒流，大家也要注意保暖。嗯，我那时候是不是哭啊？我那时候是不是哭哭？跌倒。哦，跌倒。跌倒笑死，笑死脸。哇，真的。因为姐姐比较轻呢。我是男孩子。我们是蚂蚁吧。你快听，是我天滴答滴滴答滴心底的声音。你快听，是我在是我在是我在和你最亲密的旋律。关播去跟姐姐分享了糖葫芦。我等一下准时下播跟姐姐分享了糖葫芦。哎，你是两个半小？对呀。这么快？嗯，很快吧？我再一下子就十点半关，我比较喜欢吵。You mean this one？ 不跟我们分享，是跟 JJ 分享。JJ， 我在等 JJ 一起吃糖葫芦。假如相信我昨晚的梦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It's alright。如果寂寞侵蚀我来陪你 go back。Just do wanna do and do wanna do yeah。我是我昨晚的梦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It's alright。如果寂寞侵蚀我来陪你 go back。Just do wanna do and do wanna do yeah。Hey there, baby， 等我过来。糖葫芦是番茄，什么意思？糖葫芦又，糖葫芦是糖葫芦啊，糖葫芦是水果沾糖啊。The why I'm so sad for you。这么晚吃？就是不不，您看我的认知是草莓，杯子都是这种。最基本的应该是番茄加蜜饯跟草莓，然后还有那个。我包，光子贴哥过来，你的笑容像是我昨晚的梦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It's alright， 如果记不起就我来陪你告白。 Just don't wanna do and I don't wanna do itStay there， 不要轻易等我过来。哦，你带下礼物，我都拆不开。香蕉，香蕉你个麻辣！
对不起。很大声吗？很大声吗？很大声？不是的。香蕉里的芭乐是脏话？什么脏话？是水果。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呢？香蕉芭乐。等一下，这真是脏话。对不起。他不能吃香蕉了。对啊。放不下的理由。是所以好孩子好。哇哦 ，again dessert。香蕉啊，这香蕉。你看，这是香蕉。香蕉煎饼。钢片。啊，真的。赶上了，我等一下就要关了家族 ，I'm sorry。我冰掉了。什么是英？你喜欢吃香蕉船？香蕉船，哪来的船？哪有船？不知道它叫什么？哪有船？不是叫香蕉船吗？就是香蕉煎饼啊，香蕉。那上面是冰淇淋。英林是 People Bank。我刚好赶上，谢谢。香蕉船，请问大家这叫香蕉船？香蕉船不是在海上的那家？它是巧克力酱。哦，这个我不知道。哎，这首歌我以前好喜欢耶。不过听到有点腻，就是。都是你，甜言蜜语 ，You know what I mean。喜欢你，和你一起牵手去旅行。安静点，我喜欢你 ，baby。It's gonna be the one on me， baby。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Hold up， 到底叫什么？哎，我写这首歌吗？全部都是你，也开太久了吧？我今天开蛮久的。甜言蜜语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和你一起牵手去旅行，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哇，那个。噔噔噔！拜拜，拜拜。一整年。I like this song。香蕉船好吃哦，我先下去，晚安，我不要下了。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哎，好像不是这首哎，不是这首啦。我想要去吃糖葫芦了，各位。
我们来念排名，我们来念排名。我要去找姐姐吃。你要帮姐姐买吗？她不吃，那我给她分我的。好啊，拜拜。啊？对，星期天见。对，我都还没讲到，好开心哦！下礼拜要见到你们了。啊、不是下礼拜，是礼拜天。好，第十名是变成新鲜柠檬，谢谢柠檬。第九名是 Stephen， 谢谢 Stephen。第八名是 Julian， 谢谢 Julian 初初。第七名是小三，谢谢小三。第六名是星莹，谢谢星莹。第五名是小薰，谢谢小薰。第三名、第四名是啾啾，谢谢啾啾。第四名是啾啾。第三名是黑流星，谢谢黑流星。第二名是加速，谢谢加速。第一名是饭团，谢谢饭团。我要让你认不出来。见不到，记得刚刚有人说准时哦。我要放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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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晚到身上怎么？哈哈哈，啊，就对。Wake up in the morning， 我要跳那个叮叮，快点，我跳给你们看。这个啊，不是，我们放这个下播。哎，好像不是他哎。这样跳吗？是这样跳吗？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别看，快快快！我不会扭哎，怎么办？对呀、啊，不要丢人现眼的，我们还是乖乖讲吧。不行不行，再一次，不行，再一次，再一次。奇怪，为什么他们都扭得这么好看？重点是你是在跳哪首？至少你还没听到吗？等一下，等一下，我把它放好先。不行，晚上不能吃太多糖果了，天，有点亢奋。手机又要掉了，这个是那个、啊，就是最近 TikTok 上面很红的。你是想要抖音？你们没有听到音乐吗？我放音乐，你们没听到吗？对啊，是抖音那个啊，不像吗？被月控制的人跟默默告状。有的对呀、啊，你把大家吓跑了。哦、oh. ，
好久，对啊对啊，要下播要下播，还是实质要下要下 ，OK OK OK， 拜拜拜拜拜拜，我们来那个，有点想跳槽了啊，怎么？所以不好看，那我下次再试试看。好了，等下等下等下，随意的下播，等一下，好了好了好了。OK OK OK， 大家拜拜，版图拜拜，电脑拜拜，空空拜拜，阿翔拜拜，黑德星拜拜，小生拜拜，德全拜拜，嘉阳拜拜，John拜拜，加速拜拜，饭团拜拜，樱桃猫拜拜，柠檬拜拜，艾瑞克拜拜，啾啾啾啾，朱里安拜拜。西恩拜拜，版兔拜拜，版兔刚刚说了拜拜了吗？对 ，Simon 拜拜，晚安安晚安安，那时下礼拜这礼拜不播了，下这礼拜天见。好了好了，你的手在跳舞吗 ？Ye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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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OK OK OK 3 2 1 Peace out